小周知我们好像是狮子座的，这里大家都在一起玩游戏，游戏从客人开始。路人有什么狮子？那里好像听到客人说狮子就仔细的盯着客人，嘴角还控制不住的笑呢。然后我们客人说完之后自己都害羞了，我们好像也是捂着嘴笑。这里大家都开张张最喜欢的动物，皮卡丘，皮卡丘不要动我。好像看着客人有点反驳，怎么回事？然后客人也说他是耗子，然后想看你不行呀。我们客人和客人不经意间掉了墙根。哥哥毕竟是哥哥，年上感不是说说而已，表面上拿着斧子气势汹汹，实际上连叫他起床都怕吓着他。起床了。静静地看着浩翔闹的时候，也会时刻记得他的手伤。发现弟弟拿着一个很烫的碗，即使自己也会被烫到，还是会照顾他。小贺哥哥也是非常值得依赖的哥哥，爱意从不会消失，他总藏在我们之间的细节里。还有人要挑战我吗？手下意识举起了左手，是因为早就把你是左撇子刻在心里。刚能收回的左手和刚伸出的右手，是因为还惦记你受过的伤。我们小熊和兔子一直都是刻在彼此心底的人啊。终身谈恋爱吧，浩翔说表演课做这个事儿而已。我里面有穿一小台的。合而已不？那我呢？浩翔开玩笑说，你没有初恋，以为自己很有趣，结果发现合而委屈了。感情立马不一样了。三个人在纠结。赶紧哄哄孩子。赫然内心 OS， 我知道你在逗我，小情侣隔着五个月没来演出，祝福你们成双成对吧。翔哥，你个老六，你是哪边的？小魔仙与黑魔仙的大战即将开始，翔哥你个老六，你是哪边的？小魔仙与黑魔仙的大战即将开始。你也来了，那我就连你一起收拾。轮到赫这边施法的时候，旁边的翔哥就一直扒拉着小赫。发烧，翔哥，你就说是不是对面黑魔仙小宋派来的卧底呀？别人踢球，严浩翔。和俊霖踢球。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，你是否也会有期许？